你看什么看啊？那边。有钥匙干嘛还要按铃啊？装模作样。你不明白了，我的女朋友啊，她喜欢光着身体在家里面走来走去的。你不要逗我开心了。哎，厕所在哪？哦，厕所在那边，你自己去解决啊。废话，你能帮我尿吗？拿着。我受不了你女朋友，我还是走吧。你们走啊！我们两个人啊都很喜欢演戏的，有朋友来的时候我们就演一场啊。你们走啊，我去跟他演完下半场。吵得我肾亏呀！你不要走嘛！这房子，这所有东西都是我买的，我送给你，便宜你了。那你走了不是在吃亏了吗？你放手去！别搞了，你走了，别搞啊，别搞！哼，你这样子乱讲话会伤到他的自尊心呐、啊、他有自卑感呐、啊、他走了你就高兴了吧。阿西啊，门锁坏了，哎，开门呐。哎，你还没有走啊？嘿，这个门锁坏了要用力撞才撞得开啊。你没有事吧？没事啊。哦，好好。你们俩那么要好，干脆结婚算了，我退出。哎哎，你也不能走啊！我再也没办法忍受你了。你不要走嘛！你放手！我跟你走。都是你了，搞得乱七八糟的。让开！喂，你女朋友哭了，哭了才好，哭完就没事了。快帮我捡东西呀、啊！那么早收工又被老板骂了，被开除了。你真衰呀、啊！把包包给我。怎么又演戏给你妈看了？有什么办法呢？暂时的。